们这种大风大浪的这样哦，有什么小细节也会忘掉，也或者说不再在意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人活在世界上哦，当然会有各种心结，不过也还好。像这种哦，我们这种大风大浪的这样哦，有什么小细节也会忘掉，也或者说不再在意了。